我是纽特基舰队的女配队长。 For your information， 我还有个特殊的身份，是邓尔豪的未婚妻。啊，未婚妻？二豪亲，这次回法国，我们就办理结婚手续吧，让单方面的求婚变成双方面的结婚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嗯，我会回法国，但是不可能跟你结婚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啊？难道你移情别恋了？ 还是说你在这里有喜欢的女人啊？可是他们看起来都很普通啊。啊，这是说错的。二号亲，这次跟我回法国，我不会再让你逃出我的手掌心了。嗯，以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，你是男子组的金牌，我是女子组的金牌啊。哇，我好浪漫啊。 回法国吗？好了，你别闹了，先回去。我们现在在训练，你先回酒店好不好？拜托，有什么事情我再去找你。那你亲我一下嘛，我就走了。你亲我一下啊，亲我一下吗？我不会亲你的。不许走，不要回法国，留下来。你说过，因为我。 练习不再苦闷，因为我，你开始期待每一场比赛。你的梦想，是和我一起拿到世界第一，不是吗？改变主意了，我会留在这里，因为有他在我身边的世界第一才是我想要的世界第一。世界第一，哼，在法国，中国击剑队的名字是功力不足。你骂谁呢？我说错了吗？白无双，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 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的目标是世界第一，能提前和自己的对手来场暖身赛，也不错。姐，你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这个伊莎贝拉是法国联赛的蝉联冠军，什么？五强都没死角。
我看了他几场比赛，没有太大的发现，但有些小细节你可以注意一下。如果你非要说他的画风的话，就有点像《海贼王》的恐怖三鬼帆船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有这些就足够应战了。好，一条鱼。看你的了。我要狠狠地修理你这个女人。安哥，不是Alice， 进攻、反攻、得分。我的攻击，从来没有人可以在第一箭就挡住我。是邓尔豪告诉你的？这是因为我姐厉害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喝点法国墨水你就不得了了，就你这个程度，你再回去好好练练吧。你下北了，面罩戴上，否则扣分。安哥，不是，艾伦，我先送你去医院，走。要不要停？这是真没事吧？我们先走，走走，太过分了。你忍耐一下，医院马上到了。下个路口才要转，我没有注意到。我怎么看着你比我还紧张啊？别着急，慢慢开，我没事的。我们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心情吧。啊。